Cioè, ma non sei sicuro? Ma che fu vince tutto qua là? Io da 10 giorni di ciò là, io di ciò. Niente, chi ha il vino?他叫屌子，你能不能给你供应？他叫屌子，那你供的菜都着局的，他不想闹局啊？屌子，人家会装。 中不中吧？不行，大中兵，你看一下挂住。我看挂啥兵了？他们家那四个的。大中兵，看他，大中兵那个局在先地了，关键。看他，关键，啥都在说呗。大中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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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局在先地了，关键。看他，关键
不好，是你不好呀，是我不好啊。等冬兵，你等等。你打了？你咋不干？等冬兵，等吧。随意吧，不生挂啊，挂中间好，不生挂中间。哎，不行，别啊。哎，看看气，不能气。那不能叫他跑了，这个。你先攻不，最后攻击不行，跳对。跳吧。高调跳，高调到那。啊。哦，搁到那儿吧，搁到那儿就他妈搁个球。啥？那不碍事吧？你不救不了吧？你先捞，先捞个嘛？先捞点。先捞一回了。先飞了，不能打了。吃了，确实发生。嗯，对。咋来？这是个饭局。危险吧？咋地了呀？这马弄的咋？那啥，你妈啥？那这些都吃了。派刚才派出的自己都给吃了。这叫金，这三局一条线了。哎呀，这一步他都干。你个死的！那咋给你骂呀？退一步，退一步，赶紧换局，换局。倒是先拼一杆局吧，嗯，拼杆局是个商场，嗯，吃回来炮丢了，吃那炮，吃那中炮，是那个炮不中吗？太中了，这是后来他都，这个炮很太局啊，我叫太局，就那儿都太局了，炮按照我来的呗。就找我两碗碗盘老姜，啊，嗯，那就高一吧。高一比较合适，高一比较合适。那敢吃吗？姜，外姜把马吃完了。把马吃了，一手了撅啥了？好拉回来，那有撅啥的气的？不提可能。咱也走吧。哎，往这边拨一拨。闹，搁这闹。往这边拨一拨，这个举起来，这个举起来，这个马能动，要不这个马不能动。对对对，一定不能大象过去了。嗯啊。你干那吧，咱是双举。不落地啊？你不落地啊？落一不响，他拍一手，我给他灭了。就是我想吃你的香。吃我想举报。举报派出。吃我想举报。我吃去。看到啥？第一次他败局了，来，陈一祥一直那个一会儿一，他一到一江给他杀了，也是那话叫的，他这一江他敢，哦，动一步行吗？你吃那个鞭子嘛，那个局那个局还搁那好走啊？这是你这是，那量不到中小，那跑都在危险。吃局吧，你没有路了，这有战术啊，是不是？
那还那贫瘠了，那一直瘠了。来，黄果山有点凉。才多久不起？拼跑吧，红果树把它搁这儿中不中？那不行，他那咋回事？咋了？哎，那个就那个压掉啥了？掉啥？先看地吧。嗯，拼凉。对，漂亮。挣啥奖？啥奖我啥回来？啊，那回去要回去都做了不？吃啥了都？现在老乡，现在外老乡啊，外老乡比他快一步，他差一手气啊。嗯嗯，啥酱？啥酱？好，赶紧捞回来。这里都是派的一酱，得那个你摘个的一酱，甜的。行啊，把猪他那再吃了，给这个跑给他拼了。他先打了，你有嘛嘛？来拼吧，拼吧。那这帮人，这帮人。你都快包住了，你什么种地呀？工业不一种，工业不一，最起码马有出路。哎，对，不就封住他的枝儿，封住他的柄。最起码马有出路啊，封住他的柄。马有出路啊，这样就可以。嗯，你该上马了。我都该上马。嗯，等那个去吓唬吓唬他。那都吓唬吓唬他。赢两年马中了，不吓唬他了。但是你脏。还是看着。抓不了，抓不了。好是抓不了。无非就是抓你一奖，抓你奖金奖。上吧。他这个当头现在咱就闻着饱了，你干啥？不能，那没有用啊！你就给他吃了以后，他就那一吃光给他拉，上网打他，哎，打死，打死，打狙不就打狙？你叫他牵他就叫他能动，打狙吃嘛？不能来回比赛呢，我说，打狙吃嘛？打狙叫他走，叫他走，他妈的吃不了吗？烂了，退回来烂了。还得挑吗？挑嘛，挑到没挑到让你啥走？挑到那边去上马子，这会儿可以供猪，他可以赶紧供这个驴猪，哎，上马你供上马，对，上那个马，这都供人，这都马都上来了，他那个马上过去了，嘿嘿，刚才这个马上了，嗯，才上马呢，嗯，开了，才开了兵，到了，这马上不去了。你下个老娘是事情全呢，要不烧个烧个当，哎，缝住马吧，缝住马，缝住马吧，缝住马路，缝住他那马，哎，缝住马路，缝住马路。缝住马路。不然哦。这不是简化器啊，再大了一点，这个这一端那边塞一张金龙，最好是老张金龙去，嗯，先金龙一种，金龙往这边，金龙往这边啊，往这边运动啊，那举的不行了，金龙往这边，往这边才直接把跑腿了，哎，把跑腿了，你别腿跑嘛，你等他往那一歪，你往这一搁，他就不干了，你一腿跑，他把单头一搁。你供那个点兵，你那随便动那个兵嘛，你叫他往那那会中，你先打上他去不中。哎呦，他谁去？不打的。上马吧，你不是你不是腿跑上马不好。先打局不中，打局不中。你打狙，你也搁这，你搁踩到，你弄不住他的，弄不住，你弄不住，弄不住，弄直的。那最近那一边的挂靴呀，一个把炮搁到香烟儿，挂到地上去是吧？打他一局，他少这么一个。你打局啊，单独一个。人家往这来打你的仗了，你在这给他踩，知道吧？会跑，会跑，会跑还是？快点，几斤？快点，点快点，快点，九局。外家大局的，哎，外家大局的，他往这边一扔，他往一扔，他大局的甩炮，他甩炮，我直接老杨给捏了，要不要老杨？我不要了，他不甩，是那的，那是命气了。都说了，这让外家大局，啊，大部门肯定不行。他给我端啊，那是个欢喜。不是先把衣服先把脏头发捏了。不是，他是炸一浆吃你的中胖，你对，炸一浆吃中胖，你还有啥？吃到中胖再去捏他的，捏他的毛腿。嗯。两百六十吧。对嘛？他上了。那你现在是就甩可以呀？往那边甩两步。大炮一。你往这边甩两步，听不着。往那边甩两步。往哪甩？两米多。将军把炮吃了。将军刚对呀。将军了。将军是军店里了，他挂不了局啊。前面那个嘞，先回马是不是？那咋弄的？回马，你把炮交给，把马交给炮。
不太了，他要单句话，马上来，你走，这一次，啊，马回去，马回去，马回去，把这个灭了，灭了，灭了吧，你这，灭了，灭了吧，开玩笑吧，最起码你的局能过住，啊，局能过，不要过，这是不是打不成？打不成，你肌肉怕一摔，他都干嘛去？他局回家，别家都中了，他都不回家，哎呀，要看家了。看家了，他把两个马跑的，两块钱，对，十个人你收拾不了他，这个不是比力气了，看哪要跑，跑俺不能要，像你看大小鱼，你说这么大鱼的气，他没有大鱼的气，不是刚才说的，五位老将没有大鱼的气，五位老将没有大鱼，哎，他现在马相上的吗？马不上马，不是上马，他讲磨兵。咱们都是上马了嘛，现在。嗯。选一个当龙马，我不叫个当老虎吧。行。你过来吃了这个跑，叫他这个跑，可到没再跑。不是，赶紧捡花个枝儿都好了。捡花个枝儿啥当龙马？捡花个枝儿都好受的。他一大局看中是一百那个啥一出一出一出。啊。我来看你。他捡花这个枝儿是香的。那不行，腿呀，搁不得丢马了，你敢往不中，你敢往那个搁？咱打你丢你马丢了，打我局部我，你打着你不中，那不中，打着呗，金炮打，那不好，金炮打呗，金炮一打，打好当然，那将军将军嘛，下来脚比山能高，可以了，可以可以，来回走了。他也走了，我也走了，走吧，咱俩一块走。那不，先把这个打了，把那局腾开。先外这种先可以外将了吧？先要，这都可以说。可以外将了，可以下，可以外将了，就来这呗。先要他，是不是？先出来，这都可以会了。先出来。太对了，外将，不，大中一中是外将，你可讲，一中是瞎跑，啊，瞎跑往这来。我也老将，他一拉跑，你不是不好走了？他哪拉跑？你拉着跑。你拉来跑，你告诉我。能多下来，他也能坐着。对他往上马就行了。哎，那不憨好吗？大大局，大局。大局往这放了。啊，因为啥？那再多出他这一步棋。你大局能把局平了，你这钱保住了。大局我可能干一会儿了。反正将一局啊，将一局他拉的。倒将局干啥了？他拉的呀。倒将落炮是不？现在倒将落的。搁到这边，我他妈妈不啊？你把炮绕回去，绕到地。他妈妈不啊？把炮绕到地。你先甩炮一种，对。他妈妈不这个棋。抽不了，他妈不，咱现在拆了，他不是，他这两天都没有，都不成点儿嘛，他这两天谁妈那个，跑一入地他干的，对对，他那妈不，那高手，你讲的，我那也得瞎跑，先讲的，先请讲，徐先讲，一百讲，徐先讲都把我住了。徐先讲，对不对？瞧他是兼职的，还是上将？先讲的，徐先讲，肯定找底气啊！这样讲，他咋收这个气？我这一块将，咋收的？这一将，咋收这个气？这一将都漂亮一帅哥了。这一块将他咋收这个气？收不住了。你外老家是咋的？啊，他是跑不干活，两马上不了。啊，哟，着气，生气了。老一外将生气了，生气了。老一外将他不上，生气了。他跑入地，他跑入地没有用。啊，跑入地没有用。这都成气了，都成气了，丢炮了又丢个炮吗？不是丢炮意思吧？丢炮烂将举腿的，那都成了烂将，那都打败了，你多少人？在天俩打这，好玩。先丢个炮，举着回家，还丢个炮都把我揉了。马上不行，丢马不能掉油马，局不能离地了。好人。